岁。我是 Bradley 索，今年14岁。Annabelle， 刚才你的大灰狼太可爱了吧？当然啦、啊。Bernice， 我偷偷告诉你哦，刚才是因为我肚子真的很饿了才演的那么可怕。哈？那你会把我困进肚子里啊？当然，不会啦。幸亏。Bernice， 你在干什么啊？你忘了吗？接下来的节目是我们不能错过的 fashion show 哦。哦，记得了。不多说了，我们也该进去准备了。千万不要离开哦，拜拜。